大家好，我是鲍勃，我今天要介绍利用新干线最高等级的 Grand Class， 以及呢日航的头等舱来回东京以及北海道，我们看下去吧。我现在人在东京了，然后等一下要搭乘新干线到北海道航空，搭乘 Grand Class， 也就是最高级的 Class 哦。鲍勃这次搭乘的新干线 Grand Class， 中文又名超高档车厢，比头等舱 Green Car 再高一个阶级。从东京出发到函馆，大概比一般舱等贵15000块日币。目前行驶于东北北海道新干线、北陆新干线以及上越新干线。整台列车上只有一节车厢属于 Grand Class， 车厢内有18个座位，一排3个位置。车子上方也有像大飞机一样可以开关的行李置物柜，椅子采用颇高级的皮质，坐起来很舒服，以外还可以倾斜45度。然后跟前方的座位有一定的距离，自称身高180的鲍勃也可以将脚伸直。另外还有插座、读书灯跟一个很大的餐桌。餐点的部分，根据季节的不同会提供不同种类的轻食以及无限畅饮的饮料。这次鲍勃吃到的是日本料理店一领的店长所兼修的便当，有烤鲑鱼、鸡团子、黑菊肉以及蔬菜豆类等等的。分量不大，但是蛮精致的。另外甜点是青森的巧克力苹果蛋糕，酸酸甜甜的，鲍勃还蛮喜欢的。另外厕所是跟 Green Car 一起使用的，总共有2间，其中一间是无障碍厕所。搭乘 Green Class 到北海道啊，大概就比搭乘普通车大概再贵15000块左右。但我觉得就是搭那么长的车子，然后多加个15000块日币，可以享受到完全不一样的 experience， 我觉得也是来自于可以试看的。我们接下来去搭乘下一个交通工具哦。我现在在北海道的新千岁的国内线头等舱的贵宾室，然后再打探大概长怎么样哦。鲍勃这次搭乘是日航国内线的头等舱，买到票的时候大概比一般经济舱贵个6000块日币左右。头等舱的贵宾室的沙发十分舒服，可以轻松的休息边观赏飞机起降。另外 mini bar 有提供面包、御饭团等等的轻食，以及喝到饱的软性饮料及酒类。这里面还有一间房间是特别让人家讲电话用，因为在头等舱的休息里面讲电话会扰乱其他客人，所以他这边独立起来，给你一个很密闭的空间，可以让人家电话谈公事哦。厕所很干净，具有设计感，另外也有免费的按摩也可以使用，让大家在搭飞之前可以获得充足的休息。好，那接下来我要准备去登机喽。那现在从这边走呢，是头等舱的通道。头等舱的位置还蛮大的，让大只佬鲍勃的腿可以得到充分的伸展空间。另外椅子也可以调整角度，让旅客可以充分的休息。另外还有抗噪耳机、拖鞋，让整趟旅程又多了一点奢华感。晚餐的部分有沙拉、寿喜烧牛肉卷、福冈产的高级米饭。甜点则是博多60年甜点店的巧克力蛋糕。晚餐整体虽然分量不是很大，但还蛮精致的。虽然国内头等舱可能比起国际线的商务舱还要来得朴素一点，但考量到2000-3000块台币就有这么超值的服务，让鲍勃觉得十分值得，大家可以体验看看。那我们大概搭乘了1个半小时，终于到达东京啦。我们这次介绍2种不同的交通方式，一种搭乘新干线，然后另外一种是搭乘飞机，然后两种都是最顶级的头等舱。那希望下次大家可以试试看，就是加一点点钱，然后就可以享受到不同的体验方式哦。那我是鲍勃，下次见，拜拜。